Show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the show, the Jackie Show. Wow!没有，没有，对啊，其实你歌唱不错，真的吗？怎么从来没有想过要参加歌唱比赛呢？因为有一个老板说，点着的 C， 我要给他出糗。喂，那跟出唱片无关啊，参加归参加嘛，年纪大了，人家他也参加过，可见他第一名，他还拿过第一名呢、哦，可见歌唱比赛是纯比歌唱，跟外形是无关的。有关有吗？那是因为那天的评审每个都比我丑。是哪几位讲来听听看？马兆俊，还有谁？杨俊荣、啊，杨俊，你这个发音真糟糕了，跟我发音的杨俊荣。注意，今天有五位总冠军呢。欸要角逐月冠军哦，是哦，非常之厉害。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两位评审老师，好，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。他们要在后台聆听他们五位周冠军，观察他们的表现。欢迎五位周冠军出场，哟！第一位嘉豪，嘉豪。让我有机会领悟，我不再。
住，不会再让你跟不上我的脚步。是我只是我麻木，我忘了付出，一切都是我的疏忽，才会让你心里多了一个角落，让寂寞填补。女人的心，男人若不能保护，还有什么资格谈幸福？我不该让寂寞一再的和你相处，一再趁虚而入。哇哦！欢迎第二周周冠军吴慧芬。加油加油！哇哦！秋月比你被感情挂在肩担，心爱的人甲伊相干，咱的交情嘛才知影，原来恁走到这呢远。歌唱比赛了，那其他有些很回到以前的流行四十五转，你看每一个都唱得比歌星好，嘿嘿，甚至很多评审本身歌唱的还不怎么样，还敢来评审？那么今天两位评审就要带来一首庙会接唱，机器老师音乐请下，庙会欢迎第一位评审老师杨俊荣老师。山啊，喂喂喂，哎，恩贝，哎，拜托庙会那庙会，嘿哟，欢乐西鼓隆隆咚锵，把老船运下，汉族青龙战斗啊，时时笑张嘴。我檀香烧，菩萨满身香，
有志都平安。第二位欢迎史俊鹏老师，有带来的是庙会。哎呦，欢乐喜气咚咚咚锵，大老穿云霄，半渡成功站两旁，叱咤笑当年。三天车谈相思，苦守在人间，七祝年冬收成好，有志都平安。欢迎原野社的同伴。欢乐喜鼓隆隆咚锵，把老船云霄，半渡成功船渡，叱咤笑当年。康康生命名贵，说他嘞，对。那么，谢谢康不伦跟许不累，像话吗？歌唱比赛搞得跟追悼大会一样，真是。来来来，两位评审老师，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。谢谢谢谢。我很喜欢你们那个 Mark， 哎，这个节目叫什么 ？Jackie S 号，对不对？Jackie 的屁股怎么样？喂，Jackie 秀不要乱搞了，这不过杨老师啊，这几次来到节目当中啊，今天刚看他们唱，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还是有人紧张，紧张有人紧张，但是算唱的很好，实力不错。对了对了，那我们也听听史俊鸟老师你。喂，史俊鹏老师，我是觉得参赛者哈，他应该有相当的经验，是刚才对 key 的时候觉得还不错，希望待会比赛的时候能够。对对，哇！哎，当年那无水的彩笔，在我富丽的窗前，你是英国的云，飘摇的云，飘过的飘摇。以前留长头发，留长头发的时候还没有人在留。对了对了，我还是觉得留长头发比较好。留长头发的时候没有人在留，就很久了。不，没有人像你们有那种造型。对啊，那时候只有齐秦跟你们。对了对，还有一些台北市的游民是有。还有前德门。前德门也有留，只是留得很慢。他们已经到这里，前德门还在这。踢笑有拜托，他吐槽吐沫烂掉了，今天徐信良一票。刘海留在后面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今天几位的嘛，好好来访问一下，好吧？来，第一枚到前面来。嘿，哦，嘉豪，嘉豪，这个可以可以，好吧？这个肺活量，月琴还是一啊月琴啊。再唱一朵思乡情，不是、啊、为了要拉长。你以为你跟瓜哥还在主持那个天才笨笨笨？还有一个，我相信我的情绪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有没有跟流氓一样？有没有？还有李平头。嗯，请问你从哪来？我就从南投了。哎，像流氓的讲起话来是那种娘娘腔，脸是王梦玲那样子，但是讲出来没有。所以有一些老大哈，他要混到老大，先要把嗓子喊破。所以老大讲话，给了给了，一定都是把嗓子喊破，用压低的声音，对对，听起来比较威严，比较威严。给了给了，丢干掉了。嘿，唔行咧，注意。好好。好好的日子不过，跑到这个鬼地方。哎呦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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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25秒，不错，掌声鼓励一下。不错，我觉得他不错。对，因为一般他没有偷鸡摸狗。一般人是只想情，他没有，他情。那我就更不一样。再唱一段。碎，前面都可以休息。碎，因为啥？自由拍是你在自由拍，对对对，跟那鸟乐队是无关。对对，只想
己。只要有声音出来，那是弯道的事情。你那不叫唱歌，叫练歌。好，你怎么够多长？二十五秒，记住啊。好，二十五秒，好，休息了。二号，请准备。五，来，女生的朋友，给慧芬来一下，请唱一。嗯。我这边给他加起哦，哈。来来来，一边来，给一个 key。带来这一首。你看我麦克风拿起来就是要讲话嘛。对不起。好好。所以麦克风放下来就不会讲了哈。一边。会唱这一首歌吗？会会。小杂波我听。是的是的是的，都放下都放下。那个 F minor， 喂，我想很久，突然想到了，喂喂 ，F minor 是什么？交通广播电报，是真是神经病。杨大哥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到了指挥，你把它差不多了。爸爸，爸爸，我怎么大块的没毛，小块的吃更紧嘛？笑，来，请准备。是由思想起十秒十五二十一二十五一定要超过他，对呀、啊，所以看到脸抽血。唱的，我看你唱到，上次有一个唱到脱肛，他安全气囊唱到小轰啊。二十五、二十八秒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人都会比较嘛，所以马拉松竞赛有没有冠军，通常都是一路上第二名那一位，为什么呢？第一名永远有压力，谁要戳我屁眼？第二名他前面有个目标，不要离太远，有没有？一定要戳到他的屁眼。所以那个棒子，也许接力赛，他自己还把棒子削成尖的。那这样赶着赶着，第一名最后还是逃到第一名了。后来第一名到了，但是是这样，穿过去了。神经病，好，二十八秒，来三号，请准备，给一个 key。哦，厉害！哎，这四个站在一起，颜色还真搭。不要故意开主持人的，拍马屁拍成这样子。这裤子在哪里买的？我会发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哎，不错吧。好，来预备。再唱一段。要记得深呼吸哦。思想起完了伊娜15秒，15秒，15秒，你怎么会气那么短呢？因为 key 太高了， key 太高。因为他是英雄嘛，英雄气短。哦，不该喝酒。来，请回宝座来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我非常小萝卜团原地还真厉害，谢谢。我刚一出来一唱，我们下一位。好，预备。十秒，十五，十六秒，
哦，你摆明了是要气三号嘛，就多一秒。最后一位，请给博正来给一个 key。再唱一段。是哟。十秒，对不起，我觉得哈、哦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哦，穿格子裤的格子的都比较短，很短，你看你也是很短，嗯、对，穿皮裤，你看那个三号是格子裤，他裙子格裙的，哦，那我就不，你看我就，哎，再唱一段。是想起一秒半，对，因为我内裤也是格子，哎呦啊，所以格子很糟糕的，哦，真的哈、哦，来，好准哦，太准，好，那么这个当然呢，长音只是给评审一个参考了，对，下一个部分哦，我们还要考验一下，来，请五位一起出列，好，看到真的有什么歌曲，想到什么歌你就可以接哦。比如说，你就马上麦克风直接就唱喽。我们要看他们对歌曲了解的程度。我们可以玩吗？可以，我们也可以玩。我不要再为爱变得患得患失，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。草草的姑娘采槟榔，是要这样玩吗？对，是要玩这样子。接后面那个、哦，歌唱的十字路口，没错，就接到尾巴那一个字，这样会玩了吗？可以哈。等一下，比赛先停下，对不起，两位，你们现在是来评，我觉得很好玩的、啊。你跟我们玩什么伤心的人更伤心了、啊？对不起啊，下次我们评审会改进。伤心的人更伤心，为什么我们俩的爱情那么多阴影，为了你的在意的心事若无讲出来，赶快想下面。在男性不是无目屎，痴情不敢讲出来。来，过度好花园。有了，Kim
来呀！风风相恋到天边，边边边边边边哦，边串串边串串边呐，都是为了你。说你想要遥远的东方有一条猫，它的名字就叫中国。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门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。忍耐啊，忍耐啊，去追求幸福你要学习忍耐啊，忍耐啊，忍耐，你要学习忍耐，朋友，朋友一生一起。喂，是他们五个人比，还是你们两个在这边一直玩？真是很好玩啊！好好，那直接来比赛喽。好，现在就开始喽，好不好？刚刚让你们暖身一下，本来还有个状况剧的，奇怪，歌唱比赛怎么会演状况剧？因为很多歌手后来唱片不卖，去演戏啊。对啊，然后当中啊，到决赛的时候，如果同分的话。他们就要来接飞天麻薯，有没有冠军呢？可以呢，我们会有10万块的奖金。哇！撒下来，你用筷子夹到多少？喂，没有夹到要做电影。你写的搞笑。综艺节目又回到以前。是喝尿。什么尿？那是最后一名才喝尿。事实上，注意哦，他们五位今天都是。反串艺人哦，好，女生，你可以会好，男生，女生，没有没有，但是我们要猜哪一位曾经演过歌仔戏，哪一位演不？请问，哪一位有胸毛？请选择。有三种方法，没有没有，你不用讲，有三种方法，你可以选择三去吧，还有 call in call in call out， 还可以打电话给你的朋友。三去，如果不会，你就 call on。好好好，那现在马上也准备带来自己的歌了。我们来看几个人，现在开始正式比赛了。一号深海。
喂，这个架势是十足的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感觉就是真是有机会出唱片哦。这很多唱片公司老板今天都有来，怎么样？他们打扮成观众的样子，你不要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观众啊，坐在我们面前。虽然戴的是玩具手表，事实上他是全国五大唱片公司当中的总监哦。现在面对微笑，请做出这个动作。啊，这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大一点，大一点，对对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那两位评审老师，石俊宏老师，觉得怎么样？哦，他那个假音的部分蛮有感情的。哎呦，哦，那个上去的感觉蛮好的。那你呢？好，了解。我觉得他的唱法其实是蛮录音式的唱，蛮录音式的唱。他们虽然没有很大声，但他感情的收放蛮细腻的。不错。对对对，有一种遇到状况就会狂飙，那也不行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反正是要细腻度，不要紧张，慢慢来。吴慧芬不想让你知道二号。最讨厌的一只眼镜哦，一模一样，就这一只。对了，惹过的就这一只。来来，两位评审鸟师，我觉得他在曲式上的 A 段跟 B 段的那个感觉做得很好，非常的清楚，那个段落的感觉很清楚。因为我觉得还是有点紧张了 ，pitch 有点不太准。好，来再来换三号，陈柏欣，爱一个人好难。相见的夜多么难堪，简简单单的说爱是不爱，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，失恋的痛在我心里纠缠，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，为何当初选择一刀两断，听你说
吹雨伞，站在天平的两端，一样的为难，唯一的答案，爱一个人好难。他有些表演就是为了讲的很投入，也非常投入的感觉。歌剧，跟刚刚前面两位有点不太一样，所以我才说后面两位要加油一点。哦，这是我们三号，再来四号，原地，谢谢。是，他竟然要唱《Don't Stop》，Go。因为他的这个英文的部分哦，我说实在，我就是不是听得很清楚，但是他的国语部分哦，你看这个歌词几乎重复的没有几句，他记得那么清楚，他歌词都唱对耶，哦，好厉害，都没有错。那是怎样呢？那是安诺嘛？那就是他的英文的部分已经。多管了讲个故嘛。我觉得这个歌其实是很难唱的。他歌很难唱，但是他选的歌，然后唱得很快乐。然后他，如果你仔细听的话，他的一些这个，我其实不太去管那个英文咬字的部分，是不太清楚的。但是我听他中文的部分，唱得不错。好，先休息一下啦。最后一位，注意哦，霍利啊，许伯正带来《空康苏鸾》，来，掌声鼓励。手拄半只头发，想起你甲我约束的小纸，海水的打石头也会烂。无嫁我无娶，永远袂来一条线。还在搞笑呢，真是糟糕！哦，他的旧皮他也受不了。觉得什么？我是觉得他唱这个台语歌，一个职业的水准，他已经有职业的水准了。谢谢老师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你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再来这比赛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再放轻松一点？不是，你这个意思是提前淘汰了，是吧？没有，他讲的是季冠军嘛。哦哦哦，对对，可以啊。季冠军，了解了解。好，然后呢？很好。好了，杨老师俊荣，我觉得其实他实力是不错的，但是唱得太僵了，太僵，不要那么僵嘛。一开始在等音乐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他心里在听那个拍子，一、二、三。哦，他很紧张，太僵了，不要那么僵了。对了，蛮紧张的。对啊，来，五位请到前面来。现在呢，评审老师给你们15秒的时间，选出今天的月冠军哦。月冠军已经来了，15秒的时间开始。
哎呀，弟弟，月冠军已经出炉了，今天我们所有的参赛者呢可以得到，念出来。这个东升宽频刚入网路了，免费两个月。那换人念，来。恋物杂志啊，恋物志、啊，恋物志，哦，恋物志杂志一年份，一码通随身码，欧洲马戏团招待券。好的，今天的冠军就是。紧张，紧张，紧张，刺激，刺激，刺激。恭喜，获得第一名的就是爱一个人好难，陈柏欣。颁奖典礼，巨额奖金。好的，两位老师为什么给出这样的一个成绩？来，杨老师为什么给他？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周冠军哦，所以其实实力是很相当的。剩下来是你选什么歌，还有你放的轻不轻松。如果你唱得很紧张，人家听得也很紧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三号不错，好不错。嗯，石老师，一号现在很干，能告诉他为什么？我觉得这个冠军比我还要轻松，好，所以下次我如果有机会再来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一定会。尽量想办法让自己变得很三八这样。不要这样子哦，这节目很庄重。我们这个没有说在东森综合台播出，我们在大爱电视台也有联播、啊。那么观世音菩萨，那么观世音。替太高不好合了，好吧？谢谢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现场了，谢谢，不错。冠军已经出来了，月冠军之外呢，累积之后还有季冠军哦。在季冠军完了之后，还有年冠军哦。年冠军每三年再做一个三年总冠军啊，十年再做一个十年总冠军啊，每百年我们还要回来看你哦。就说我们节目要做很久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冠军就是我们三号了，掌声再给我们鼓励，谢谢金俊宏老师，好的杨俊宏老师，咱们休息一下，继续为他们的杰迪秀。